有些英雄光是拿出来你都赢了一半，比方说这个赛季的最佳射手孙尚香，简单粗暴而且容错率极高。老周我在连跪的七次之后，终于是忍不住要掏出这个大杀器了。而且这一把的队友很懂，看我选了香香之后立马补了一手明世隐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今天教大伙如何三分钟打爆对手。这里队友开局反野失败打了一波，刚准备回上路吃线，但是对面这个李白又来的不是时候。李白前期的一技能 CD 时间比较长，那这里对面李白一技能教完之后可以追，二技能给他挂个减速，这一波送他一个字差。能逃，紧接着直接去入侵敌方野区，因为带了一个小明嘛，在野区哪怕是撞到对面的也不用慌，所以这一波的野区资源直接给他吃干净。没了野区的李白肯定会来抓，那咱们这个站位就不能太靠前。但是对面这帮人呢，真的是亡我之心不死，为了 A 我一下，小卤蛋闪现都交了。那小伙子下一波你很危险啊！刚准备回家，但是哦吼，对面这个李白居然过来反野。最开始我确实慌了一下，也是导致了二一连招空了。不过不要紧，依然是一发普攻配合 CE 送这位兄弟上路。那这边兵线已经到了，回家是肯定不能回的。对面的小卤蛋也是没有闪现，所以这一波线可以吃。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敌方东皇，以他这个走位看到我这个血量，那不用想肯定会过来吸我，所以咱们先下手围墙先 A 一下，然后往草丛里面一钻，让东皇暂时丢失一个视野。这一波因为有队友，所以他吸了小明，否则的话以我那个红 buff 的减速，这个东皇根本就吸不到人。所以我就想问一句，老朱我细不细？当然这个细指的是操作。上路集合准备入侵敌方野区，这个东皇太医是要干嘛？一个下了坐骑的阿库朵你都不吸，你这是非得吸我一口才行啊。但是不好意思你得逞不了，小走位跟他绕一下，再来上一波反打，他再不吸就没了。那被逼无奈，他也只能是吸个小明换一点血。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，不要上头，保持好理性才能把作用发挥出来。玩游戏千万不要暴走。哎，这个鲁班居然 A 了我一下，岂有此理。那这一波年轻的鲁班啊，你惹谁不行，你非要惹我。小伙子来一个平 A 一个大送你上路。所以玩游戏不要那么暴躁，只有当你心平气和的时候，你才能把游戏玩好。那你像这个东皇，他喜欢针对我，所以咱们这一波也来蹲他一手，提前攒好一发强化普攻。二技能来上一个护甲穿透，大招空了不要慌，一技能拉开位置继续 A。这东皇再一次走投无路，残血的时候吸了一个小明，这一波叫什么？就一个字，含恨而终。顺势追击一下干将，但是鲁班支援已到，那咱们只能是稍微后撤一下。哦，我身上怎么突然多了一个双 buff？ 真的吓我一跳，进化都按慢了。但是不慌，有了 buff 之后黏住敌方这个白起，让他这一波走不了，再来上一发 A 技能一个强化普攻。哎，这一波糟了，赶紧放个大，能换一个是一个。关于老哥哟，这个时候你推什么嘞？本来这一波我四杀都不用死，算了算了，问题不是很大。这里跟队友一起入侵敌方野区，看到鲁班这个血量二技能给他一套，但是小鲁蛋可以啊，这个闪现用得好，幸好鲁蛋的伤害不高，不然这个貂蝉肯定救不了。说实话，这一把我虽然有个小明，但是这兄弟进攻欲望很强，打起来之后居然去连对面，自家 C 位可都还没死啊。虽然看不懂，但是不慌，我依然可以带飞。中路集合准备抱团，此时我的发育好到飞起，任何一个香香只要你的发育比对面好，不用好太多，一件装备就行，那你的伤害会高到离谱。像这里对面这个李白过来切我，一技能后拉走位，回头一枪送兄弟上路。打团的时候伤害高真的可以为所欲为，在你的面前什么刺客什么坦克都是假的，无非也就是一枪跟两枪的区别。中路继续抱团，这一波运气不好，被对面干将稍微错了一下，但其实问题不大，咱们可以边缘 OB 一下，找到机会了咱们再上去 A。 因为香香这个灵活性，所以咱们可以打一些拉扯，这一点跟很多射手不一样，像是鲁班、后羿、狄仁杰之类的，这些战路型射手一旦入场，打到一半你没血了没技能了想撤，再想出来的话除了队友保，那就只能是把对面全部 A 掉。所以光是从灵活性这一块来说，圣上香他有一个位移，无论你是想打还是想撤，你都可以占据一个极高的主动权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赛季大伙见过最多的射手不是马可就是香香。这里对面这个李白花里胡哨，连续刷大秀了我好几波了，这个人是真地皮真地花里胡哨，关键是每次 A 都还 A 不到，好烦啊。为了不让我 A 那一下，我就剩一丝血了，根本站路的勇气都没有。所以你看李白都已经这么秀了，一套技能都打不死一个脆皮，而孙尚香呢，不需要你任何操作，你只需要一技能翻滚，二技能破甲，然后点出一个普攻一个大，对面两个坦克一个东皇一个白起瞬间没了。就这个伤害，我就想问一句，这个赛季用谁来上分？大伙的心里应该有数了吧。那么我的铭文是夺萃鹰眼三无双期货员，装备是攻速鞋、暗影战斧、无尽宗师之力破晓、最后一件制裁之刃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期待您的关注，我是老朱，咱们下个视频再见。